我今天大哥的请客吃饭。这个是猪腰子，是吧？羊腰子炒猪腰子是吧？啊，对。猪腰子。这个是凉拌羊肉，这个是凉拌黄瓜，凉拌西红柿，还有那个咸鸭蛋。菜，棒棒硬。是谁 ？Hello。今天我直播间的大哥何哥请客，给我搞几个菜，咱中午喝点。得。先给我来个那个凉拌羊肉，凉拌的好啊。酒神的刀工还可以啊，那必须的。切了多少年了？切了，切菜切了时间挺长。嗯。切肉切的时间短。嗯。40 OK， 大气。这是咱们的食用盐，味精，咋这么脏了？凉拌一下。尝一尝味道怎么样？嗯，不错是吧？那就对了，你不关注江苏酒神跟山东酒神，那能行吗？漂亮，漂亮。羊腰子，凉拌黄瓜，怪不得没有，怪不得羊边羊腰子，留着自己吃。来，加粉。灯光头上凉拌黄瓜。这个是花椒油还是什么？芝麻香油。再加点盐碎。这边叫盐碎吗？香菜也行，盐碎也行。我先生，拿先生的。人家说看不了。好喽，哥哥们，感谢我今天大哥的请客吃饭。这个是猪腰子，是吧？羊腰子炒猪腰子是吧？啊，对。猪腰子。这个是凉拌羊肉，这个是凉拌黄瓜，凉拌西红柿，还有那个咸鸭蛋。菜，棒棒硬。感谢粉丝，感谢我的好大哥，敬个礼。谢谢咱直播间所有的哥们。漂亮。